心不厭患，無求出意，捨離忽，是長者作事思維，我身手有力，當以依戒，若以饑餓，從捨出之。復更思維，是捨唯有一門，而復狹小，諸子幼稚，未有所識，戀著棄處，或當墮落，為火所燒。我當為說部位之事，此捨已燒，而是疾出，無令為火之所燒害。作是念耳，如所思維，具告諸子，汝等速出，父須憐憫，善言有喻，而諸子等傲着嬉戲，不肯信受，不驚不畏，了無出心，亦復不知何者是火，何者為蛇，雲何為室。但東西走氣，是父而已。以是長者，即作是念，此蛇以為大火所燒，我及諸子若不是出，必為所焚。我今當設方便，令諸子等得免施害。父之諸子，先心各有所好，種種真換奇異之物，情必拗着而告之言。汝等所可換號，稀有難得。汝若不取，後必憂悔。如此種種，羊車、鹿車、牛車，今在門外，可以遊戲。汝等於此火宅，而速出來，隨汝所欲，皆當汝與。以是諸子，聞父所說真換之物，悉其緣故，心覺勇鋭，互相推排，敬共持酒，爭出火宅。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忍得出，皆於四渠道中怒地而坐，無復障礙，其心泰然，歡喜踴躍。是諸子等各白父言，父先所許換好之具，羊車、鹿車、牛車，願時賜予，捨離忽。以是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，其車高廣，眾寶裝教，周匝難屯，四面圓靈，由於其上將設獻蓋，亦以珍奇雜寶而掩飾之。寶城交落，垂珠花英，重夫婉言，安置丹枕，驾以白牛，肤色冲洁，形体诸好，有大筋力，行步平正，其疾如风，又多仆从，而是谓之。所以者何？是大长者财富无量，种种诸状，色皆充溢，而作是念：我财物无极，不应以下劣小车与诸子等，今此幼童皆是吾子，爱无偏党。我有如是七宝大车，其数无量，应当等心各各与之，不宜痴别。所以者何？以我此物周给一国，犹尚不贵，何况诸子。是时诸子各乘大车，得未曾有，非本所望。舍利弗，于汝以云何？是长者等与诸子珍宝大车，另有虚妄否？舍利弗言：弗也，世尊。是长者但令诸子得免火难，全其躯命，非为虚妄，何以故？若全生命，便为以得换好之具，放服方便，于彼火宅而拔制之。
世尊，若是长者，乃至不与最小一车，犹不虚妄，何以故？是长者先作示意，我以方便令子得出，以是因缘，无虚妄也。何况长者自知财富无量，欲饶益诸子，等与大车。佛告舍利弗：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言。舍利弗，如来亦复如是，则为一切世间之父，于诸部位衰老忧患，无名暗蔽，永尽无余，而悉成就无量之见，力无所畏，有大神力及智慧力，具足方便智慧波罗蜜，大慈大悲，常无懈倦，行求善事，利益一切，而生三界，恼故火宅，为度众生生老病死，忧悲苦恼，如痴暗蔽，三毒之火，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见诸众生为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之所消主，亦以五欲财利故受种种苦，又以贪着追求故现受众苦，后受地狱畜生饿鬼之苦，若生天上及在人间，贫穷困苦，爱别离苦，冤憎会苦，如是等种种诸苦，众生没在其中，欢喜游戏，不觉不知，不惊不怖，亦不生厌，不求解脱，于此三界火宅，东西驰走，虽遭大苦，不以为患。舍利弗，佛见此意，便作是念：我为众生之父，应拔其苦难，与无量无边佛智慧乐，令其游戏。舍利弗，如来复作是念：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，舍于方便，为诸众生赞如来之见，力无所畏者，众生不能以是得道，所以者何？是诸众生未免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，而为三界火宅所烧，何又能解佛之智慧？舍利弗，如彼长者虽复身手有力而不用之，但以殷勤方便，免济诸子火宅之难，然后各与珍宝大车，如来亦复如是，虽有力无所畏而不用之，但以智慧方便，于三界火宅拔济众生，为说三乘声闻辟之佛佛乘而作是言：汝等莫得咬住三界火宅，勿贪粗鄙色声香味触也，若贪着生爱，则为所烧。汝速出三界，当得三乘声闻辟之佛佛乘，我今为汝保任此事，终不虚也。汝等但当勤修精进，如来以是方便有尽众生，复作是言：汝等当知，此三乘法皆是圣所称叹，自在无系，无所依求。乘是三乘，以无漏根力角度禅定解脱三昧等，而至如乐，便得无量安忍快乐。舍利弗，若有众生内有智性，从佛世尊闻法信受，殷勤精进，欲速出三界，自求涅槃，是名声闻成，
如彼珠子，为求扬车出于火宅。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，殷勤精进，求自然慧，傲独善直，深知诸法因缘，是名辟支佛乘。如彼诸子，为求六车出于火宅。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，勤修精进，求一切智，佛智、自然智、无私智、如来之见，力无所畏，敏念安乐，无量众生，利益天人，度脱一切，是名大乘。菩萨求此成故，名为摩诃萨。如彼诸子，为求牛车出于火宅。舍利弗，如彼长者见诸子等安忍得出火宅，道无畏处，智慧财富无量，等以大车而赐诸子，如来亦复如是，为一切众生之父。若见无量亿千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，步位险道，得涅槃乐，如来已是便作是念：我有无量无边智慧、力无畏等诸佛法藏，是诸众生皆是我子，等与大乘，不令有人独得灭道，皆以如来灭道而灭道之。是诸众生脱三界者，悉与诸佛禅定解脱等娱乐之具，皆是一上一种圣所称叹，能生净妙第一之乐。舍利弗，如彼长者初二三车有引诸子，然后但与大车宝物庄严安忍第一。言彼长者无虚妄之咎，如来亦复如是，无有虚妄，初说三乘，引导众生，然后但以大乘而度脱之。何以故？如来有无量智慧，力无所畏，诸法之藏，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，但不尽能受。舍利弗，以是因缘，当知诸佛方便力故，于一佛乘分别说三。佛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譬如长者有一大宅，其宅久固而伏遁蔽，堂舍高危，柱根吹扰，梁栋倾斜，基壁颓毁，墙壁鄙拆，泥涂自落，覆蝉乱聚，全女痴脱，周章屈曲，杂秽冲遍，有五百人止住其中，痴嚣雕就，乌雀勾及，猿蛇覆蝎，蜈蚣游然，首功百足，右里系鼠，诸恶从背，交横驰走，屎尿臭处，不净流日，江狼蛛虫而集其上，狐狼野干，嘴着浅踏，滞热死尸，骨肉狼藉，犹是群狗，径来搏绝，积累张王，处处求食，斗争渣滞，挨柴耗费，其舍恐怖，变状如是，处处皆有痴迷妄想，夜叉恶鬼，食啖人肉，毒虫之属，诸恶禽兽，呼吁产生，各自藏户，夜叉径来，争取食之，食之既饱，
恶心转次，斗争之声，甚可怖畏。鸠盘图轨，敦据土多，或是离地，一尺二尺，往返游行，众日嬉戏，足狗两足，扑令失声，以脚加颈，步狗自落，复有诸鬼，其身长大，裸形黑瘦，常住其中，发大恶声，叫呼求食，复有诸鬼，其烟如针，复有诸鬼，手如牛头，或食人肉，或服啖狗，头发缝乱，残害凶险，饥渴所迫，叫唤持酒，夜叉饿鬼，诸恶鸟兽，饥急四向，窥看窗友，如是诸难，恐畏无量，是恼故责，属于一人，其人近出，未久之间，于后泽舍，忽然火起，四面一时，其焰驱刺，栋梁全处，爆声震裂，吹节堕落，墙壁崩倒，诸鬼神等，扬声大叫，雕就诸鸟，鸠盘图等，周张黄布，不能自出，恶兽毒虫，藏串孔穴，皮蛇蝎鬼，亦住其中，薄腹得故，为火所逼，共相残害，饮血啖肉，野干之属，并以前死，诸大恶兽，径来食啖，臭烟蓬勃，四面充塞，吴公又言，毒蛇之类，为火所烧，争酒出月，鸠盘图鬼，随取而食，又诸饿鬼，头上火焰，饥渴热脑，周张满酒，其责如是，甚可怖畏，毒害火灾，众难非一。是时宅主在门外立，闻有人言，与诸子等先因游戏来入此宅，自小无知，欢如咬着，长者闻已，经入火宅，方而救济，令无消害，告谕诸子，说众患难，恶鬼毒虫，灾火蔓延，众苦次第，相续不绝，毒蛇缘福，及诸夜叉，鸠盘图鬼，野干狐狗，雕就痴枭，白竹之属，饥渴老急，甚可怖畏，此苦难处，放伏大火，诸子无知，虽闻父悔，犹故拗着，嬉戏不已，是时长者而作是念，诸子如此，益我愁恼，今此写责，无一可拗，而诸子等担免嬉戏，不受我教，将为火害，即便思维，切诸方便，告诸子等，我有种种真幻之具，妙宝好车，羊车六车，大牛之车，今在门外，汝等出来，吾为汝等造作此车，随意所咬，可以游戏。诸子闻说，如此诸车，即时奔径，驰走而出，道于空地，离诸苦难。长者见子，得出火宅，住于四渠，坐狮子座，而自庆言：我今快乐，
此诸子等生育甚难，愚小无知，而入险泽，多诸毒虫，痴微可畏，大火猛焰，四面驱起，而此诸子贪傲嬉戏，我以救之，令得脱难。是故诸人，我今快乐，以时诸子知父安坐，皆危父所，而白父言，愿赐我等三种宝车，如前所许。诸子出来，当以三车，随汝所欲。今正是时，为谁给予？长者大富，富藏众多，金银琉璃，车渠马路，以众宝物造诸大车，装教严饰，周匝难屯，四面圆宁，金城交落，珍珠罗网，张丝其上，金花珠英，处处垂下，众彩杂色，周匝围绕，由远增扩，以为恩玉，上妙细碟，价值千亿，鲜白正洁，以浮其上，有大白牛，肥壮多力，形体诸好，以驾宝车，多诸笨虫，而是谓之，以是妙车，等次诸子，诸子是时，欢喜踊跃，乘是宝车，游于四方，嬉戏快乐，自在无碍，告舍利弗，我亦如是，众圣中尊，世间之父，一切众生皆是吾子，心着世乐，无有畏心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常有生老病死忧患，如是等火，炽然不息，如来以来三界火宅，直然闲居，安处林野，今此三界皆是我有，其中众生悉是吾子，而今此处多诸患难，唯我一人能为救护，虽服教召而不信受，于诸欲染贪着心故，以是方便为说三乘，令诸众生知三界苦，开示演说出世间道，是诸子等若心决定，具足三明及六神通，有得圆觉，不退菩萨，与舍利弗，我为众生以此譬喻说一佛乘，汝等若能信受是语，一切皆当成得佛道，事成微妙，清净第一，于诸世间为无有相，佛所悦可，一切众生所应称赞，供养礼拜无量亿千，诸力解脱，禅定智慧及佛如法，得如是乘，令诸子等日夜劫数，常得游戏，与诸菩萨及声闻众成此宝乘，直至道场，以是因缘，十方地球更无余乘，随佛方便告舍利弗，与诸人等皆是吾子，我则是父，汝等累劫众苦所消，我皆制拔，宁出三界，我虽先说汝等灭道，但尽生死而实不灭，今所应作为佛智慧，若有菩萨于是众中能一心听诸佛实法，诸佛世尊虽以方便
所化众生皆是菩萨，若人小智心着爱欲，为此等故说于苦谛，众生心起得未曾有。佛说苦谛真实无二，若有众生不知苦本，心着苦因不能暂舍，为是等故方便说道，诸苦所因贪欲为本，若灭贪欲无所依止，灭尽诸苦名第三谛，为灭谛故修行于道，离诸苦薄明得解脱，是人于何而得解脱？但离虚妄名为解脱，其实未得一切解脱。佛说是人未实灭道，斯人未得无上道故，我以不欲令至灭道，我为法王于法自在，安忍众生故现于世，与舍利弗，我此法印为欲利益世间故说，在所游方勿妄宣传，若有闻者随喜顶受，当知是人阿惟越智，若有信受此经法者，是人已曾见过去佛，恭敬供养亦闻是法，若人有能信语所说，则为见我亦见于汝及比丘僧并诸菩萨。施法花经为心自说，浅色闻之迷惑不解，一切声闻及辟之佛，于此经中力所不及。与舍利弗，常于此经以信得入，放如声闻，其如声闻信佛语故，随信此经非己自焚。又舍利弗，骄慢懈怠计我见者，莫说此经，凡夫浅色心着五欲，闻不能解，亦勿谓说。若人不信毁谤此经，则断一切世间佛种，或复贫促而坏而惑，汝当听说此人罪报。若佛在世，若灭道后，其有诽谤如斯经典，见有读诵书持经者，轻贱争执而怀结恨，此人罪报。汝今复听，其人命中入阿鼻狱，具足一劫，劫尽更生，如是辗转至无数劫，从地狱出，当堕畜生，若狗野干，其形屈兽，泥担戒赖，人所束摇，又复为人，知所护战，常困饥渴，骨肉枯竭，生受楚毒，死披瓦石，断佛种故，受施罪报。若作骆驼或生炉中，身常负重，家诸障除，但念水草如无所知，旁施经故，获罪如是。有作野干来入罪落，身体戒赖，又无一目，为诸童子之所打杂，受诸苦痛，或时至死，于此死矣，更受妄身，其形长大五百由旬，笼外无足，远转复行，为诸小虫之所杂食，昼夜受苦，无有休息。旁施经故，获罪如是。若得为人，诸根暗钝，
錯漏亂璧，盲聾背語，有所言說，人不信受，口氣常臭，鬼魅所著，貧窮下賤，為人所使，多病消瘦，無所醫護，雖親婦人，人不在意，若有所得，沉浮忘失，若修医道，顺方治病，更增他疾，或服至死，若治有病，无人救疗，切服良药，而服增剧，若他反逆，抄劫涉道，如是等罪，横离其殃，如斯罪人，永不见佛，众圣之王，说法教化，如斯罪人，常生难处，狂聋心乱，永不闻法，于无数劫，如恒河沙，生接聋哑，诸根不具，常处地狱，如游园官，再如恶道，如己舍宅，陀奴诸狗，是其行处，旁施经故，获罪如是。若得为人，聋盲暗哑，贫穷诸衰，以致庄严，水肿干烧，戒赖痈疽，如是等病，以为衣服，身上臭处，垢秽不净，心着我见，增益亲愧，淫欲炽盛，不择禽兽，旁施经故，获罪如是。告舍利弗，旁施经者，若说其罪，穷劫不尽。以是因缘，我故语语，无智人中，莫说此经。若有利根，智慧明了，多闻强识，求佛道者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若人曾见亿百千佛，植诸善本，深深坚固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若人精进，常修慈心，不惜生命，乃可为说。若人恭敬，无有二心，离诸梵愚，独处山宅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又舍利弗，若见有人舍恶之色，亲近善友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若见佛子持戒清洁，如净明珠，求大乘经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若人无亲，则直游远，常敏一切，恭敬诸佛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复有佛子于大众中，以清净心，种种因缘，譬喻言辞，说法无碍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若有比丘为一切智，四方求法，合掌顶受，但拗受持大乘经典，乃至不受如经一偈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如人至心求佛舍利，如是求经，得以顶受，其人不服，自求如经，亦未曾念外道典籍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告舍利弗，我说事上，求佛道者，穷劫不尽，如是等人，则能信解，汝当为说《妙法花经》。信解品第四。以是为名衰菩提，摩诃迦千言，摩诃迦涉，摩诃目犍连，从佛所闻，未曾有法。世尊受舍利弗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法希有心，欢喜踊跃，即从坐起，
整衣服，偏袒又见又膝着地，一心合掌，鞠躬恭敬，瞻仰尊颜，而白佛言：我等居僧之手，连并扭埋，智慧已得涅槃，无所堪任，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往昔说法既久，我时在座，身体疲懈，但念空无相无作，于菩萨法游戏神通，正佛国土，成就众生，心不起拗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令我等出于三界，得涅槃证。又今我等年已老迈，于佛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生一念好拗之心。我等今于佛前闻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偈，心甚欢喜，得未曾有，不畏于今，忽然得闻稀有之法，心自庆幸，获大善利，无量珍宝，不求自得。世尊，我等今者拗说譬喻，以明思义。譬若有人年纪幼稚，舍父屠世，久住他国，或十二十至五十岁，年纪长大，家服穷困，持聘四方，以求衣食，渐渐游行，欲向本国，其父先来，求子不得，终子一成，其家大富，财宝无量，金银琉璃、珊瑚琥珀、玻璃珠等，其珠仓库，色皆盈日，多有同仆，神佐利民，象马车乘，牛羊无数，出入色利，乃遍他国，商贾客亦甚众多。是贫穷子由诸坠落，经历国邑，遂到其父所指之城。父每念子，与子离别五十余年，而未曾向人说如此事，但自思维，心怀悔恨，自念老老，多有财物，金银珍宝，仓库盈日，无有止息。一旦终末，财物散失，无所毁库，是以殷勤每益其子，复作是念：我若得子，毁库财物，坦然快乐，无复忧虑。世尊，已是穷子，容任辗转，遇到富舍，住立门侧，遥见其父，具狮子床，宝基成竹，诸婆罗门、刹利居士，皆恭敬围绕，以珍珠璎珞，价值千万，庄严其身。利民同仆，手执白弗，侍立左右，浮以宝杖，垂珠花幡，香水洒地，散种名花，罗列宝物，出纳取予，有如是等种种严饰，威德特尊。穷子见父有大力势，即怀恐怖，悔来至此，摄作是念：此或是王，或是王等，非我容力得物之处，不如往至贫里，势力有地，衣食易得，若久住此，或见逼迫，强使我作，作是念已，疾走而去。是父长者于狮子座见子便识，心大欢喜，即作是念：我财物富藏，今有所负，我常思念此子，无由见之，而忽自来，甚识我愿。我虽年老，犹故贪色，即遣旁人急追将还，以时使者疾走往足。穷子惊愕，
清怨大患，我不相犯，何为建筑？使者执之欲急，强牵将还。于是穷子自念无罪，而被囚执，此必定死，转更黄布，闷绝壁地。父尧见之，而与使言：不须此人，勿强将来，以冷水洒面，令得醒悟，莫服与语。所以者何？父之其子，自意下劣，自知豪贵，为子所难，审之是子，而以方便，不与他人，云是我子。使者与之，我今放予，随意所趣。孔子欢喜，得未曾有，从地而起，往至贫里，以求衣食。以是长者，将欲诱引其子，而设方便，勿显异人，形式朝遂，无威德者，与可伪比，随与穷子。此有作处，倍与汝直。穷子若许，将来始作；若然，欲何所作，便可与之，故与随分。我等二人亦共与作。是义使人即求穷子，既已得之，具陈上事。以是穷子先取其价，寻与随分。其父见子，敏而怪之，又以他日于窗有中，遥见子身，雷兽潮水，粪土尘笨，污秽不净，即脱璎珞，细软上服，严色之具，更着粗鄙旧利之衣，尘土笨身，右手执持随粪之器，状有所谓，与诸作人，与等勤作，勿得懈息，以方便故，得近其子。后复告言：脱男子，与常此作，勿复如去。当家与驾，诸有所需，盘器米面，盐醋之属，莫至而难。亦有老弊使人，衰者相给，好自安逸。我如与父，勿复忧虑。所以者何？我年老大，而与少壮，与常作事，无有欺怠，亲恨怨言，都不见汝有此诸恶。如如作人，自今以后，如所生子，即是长者，更与作志，明之为义。以是穷子，虽因此语，犹故自谓客作贱人。由是之故，于二十年中，常令除粪。过世以后，心相体顺，入出无难。言其所指，犹在本处。世尊，以是长者有疾，自知将死不久，与穷子言：我今多有金银珍宝，仓库盈日，其中多少，所应取予，汝悉知之。我心如是，当体此意。所以者何？今我与汝变为不义，而家用心，无令漏失。以是穷子，即受教斥，领之众物，金银珍宝及诸库藏，而无希取一餐之意。言其所指，故在本处。下劣之心，亦未能舍。复经少时，父之子矣，渐以通泰，成就大志，自鄙先心，临欲终时，而命其子，并会亲族，国王大臣，察吏居士，皆悉以集，即自宣言：诸君当知，此是我子，我之所生。于某城中，舍吾逃走，聆平辛苦五十余年，
其本自某，我名某甲，色在本性，怀忧推觅，忽于此间，如会得知，此实我子，我实其父，今我所有，一切财物，皆是子有，先所出立，是子所知。世尊，是时穷子闻父此言，即大欢喜。德未曾有而作是念，我本无心有所希求，今此宝藏自然而至。世尊，大富长者则是如来，我等皆此佛子，如来常说我等为子。世尊，我等以三苦故，于生死中受诸热恼，迷惑无知，拗着小法。今日世尊令我等思维，捐除诸法弃论之分，我等于中勤加精进，得至涅槃一日之价。既得此意，心大欢喜，自以为足，便自慧言：于佛法中勤精进故，所得宏多。然世尊先知我等心着蔽欲，拗于小法，便见众舍不为分别，汝等当有如来知见宝藏之分。世尊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，我等从佛得涅槃一日之价，以为大德，于此大乘无有自求。我等又因如来智慧为诸菩萨开示演说，而至于此无有自愿，所以者何？佛知我等心拗小法，以方便力随我等说，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。今我等方知世尊于佛智慧无所论色，所以者何？我等识来真是佛子，而但拗小法。若我等有拗大之心，佛则为我说大乘法，于此经中为说一乘，而释于菩萨前委此声闻拗小法者，言佛实以大乘教化。是故我等说本无心有所希求，今法王大宝自然而至，如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知。以是摩诃迦涉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我等今日闻佛音教，欢喜踊跃，得未曾有。佛说声闻当得作佛，无上宝罪不求自得。譬如童子幼稚无识，舍父屠世远渡他土，周流诸国五十余年，其父忧念四方推求，求之既疲，顿止一成，造立舍宅，五欲自娱，其家巨富，多诸金银，车渠马驴，珍珠琉璃，象马牛羊，碾如车城，田业同仆，人民众多，出入色利，乃遍他国，商贾假人无处不有，千万亿众围绕恭敬，常为王者之所爱念，群臣豪族皆共尊重，以诸缘故往来者众，豪富如是有大力势，而年老迈亦忧念子，宿夜为念，死时将至，痴子舍我五十余年，富藏诸物当如之何？以是穷子求杀衣食，从邑至邑，从国至国，或有所得，或无所得，
饥饿雷兽，体生疮癣，渐次经历，到腹蛀成，容任辗转，遂至腹泻。以是长者于其门内施大保障，处师子座，眷属围绕，诸人侍卫，或有计算金银宝物，出纳财产，注记劝说。穷子见父豪贵尊严，为是国王、若国王等惊暴自怪，何故至此？福字念言：我若久住，或见逼迫，强驱使作，思为是矣。持酒而去，借问贫你，欲往容作长者事时，在狮子座，遥见其子，默而识之，即斥使者追逐将来。穷子惊患，迷闷壁地，是人执我，必当见杀。何用衣食，使我至此？长者之子如痴侠劣，不信我言，不信是父，即以方便，更显愚人。渺目错流，无威德者，汝可与之，云当相顾，随诸分位，倍与汝价。孔子闻之，欢喜随来，为随分位，正诸房舍。长者于有，常见其子，念子如劣，咬为鄙视。于是长者着弊旧衣，执随分器，往到子所，方便附近，与令勤作，记忆与驾，并途足游，饮食充足，战席口暖，如是苦言，汝当勤作，又以远语，若如我子，长者有志，渐令入出。经二十年，执作家事，是其金银、珍珠、玻璃、珠物出入，皆使令之，由处门外，只宿草庵，自念贫事，我无此物，付之子心，渐以扩大，欲与财物，积聚亲族，国王大臣，察吏居士，于此大众，说是我子，舍我他行。经五十岁，自见子来，已二十年，识于某城，而失是子，周行求杀，遂来至此。凡我所有，舍责人民，悉以付之，赐其所用，只念识贫，自意下劣，甘于富所，大获珍宝，并及舍责一切财物，甚大欢喜，得未曾有。佛亦如是，知我傲小，未曾说言。汝等作佛，而说我等得诸无漏，成就小乘，声闻弟子。佛斥我等说最上道，收集此者当得成佛。我成佛教，为大菩萨，以诸因缘种种譬喻，若干言辞，说无上道。诸佛子等从我闻法，日夜思维，精勤收集，是时诸佛即受其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。一切诸佛臂藏之法，但为菩萨演其实事，而不为我说思真要。如彼穷子得近其父，虽知诸物，心不稀取，我等虽说佛法宝藏，自无自怨，亦复如是。我等内灭，自谓为足，为了此事，更无如是。我等若闻正佛国土，教化众生，都无因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皆色空寂，无生无灭，
无大无小，无漏无遗，如是思维，不生喜乐。我等长夜，于佛智慧，无贪无着，无福自愿，而至于法，为是究竟。我等长夜，收集空法，得脱三界苦恼之患，住最后身，有如涅槃。佛所教化，得道不虚，则为以得报佛之恩。我等虽为诸佛子等说菩萨法，以求佛道，而于是法永无怨拗。导师见舍，观我心故，初不劝进，说有实利。如父长者知子自劣，以方便力由服其心，然后乃付一切财物。佛亦如是，现稀有事，知拗小者以方便力调服其心，乃教大智。我等今日得未曾有，非先所望，而今自得。如彼穷子得无量宝，世尊我今得道得果，于无漏法得清净眼。我等长夜持佛正戒，始于今日得其果报。法王法中九修梵行，今得无漏无上大果。我等今者真是声闻，以佛道声令一切闻。我等今者真阿罗汉，于诸世间天人魔凡抱于其中，应受供养。世尊大恩，以稀有事怜悯教化，利益我等无量亿劫。谁能报者，手足供给，头顶礼敬，一切供养皆不能报。若以顶大，两肩何负，于行沙劫尽心恭敬，又以美善无量宝衣及诸卧具种种汤药牛头煎炭及诸珍宝，以起塔庙宝衣布地如丝等事，以用供养。于行沙劫亦不能报，诸佛稀有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大神通力，无漏无遗，诸法之王，能为下劣，隐于斯事，取上凡夫，随而为说。诸佛于法得最自在，知诸众生种种欲乐及其智力，随所堪任，以无量喻而为说法。随诸众生宿世善根，又知成熟未成熟者，种种筹量分别之意，于一成道随而说三。妙法莲花经卷第二，如来欲说三界为家，火宅门外布三车，诸子敬分花，长者因夸，受记果无差。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。妙法莲花经卷第三，药草御品第五。以是世尊告摩诃迦摄及诸大弟子：善哉善哉，迦摄善说如来真实功德，诚如所言，如来复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功德，汝等若于无量亿劫说不能尽。迦摄当知如来是诸法之王，若有所说皆不虚也。于一切法以至方便而演说之。